喂，徐秘书，我知道了。大家准备一下，马上开会。上党战役是日本投降后我们对中共的第一战，可是这一战打得不尽人意呀，阎锡山90000大军整整损失了30000。处长，这仗打得有问题啊！这阎锡山的部队已经深入共党解放区了，共军不是独自战斗，他身后还有无数的老百姓呢。现在签订了协议，局面会不会好一些？这里不是国防部，我们还是讨论自己的事情吧。诸位，你们都看看这份文件。这是蒋委员长发布的剿共密令，你们可务必在今天编译成密码，发放到各个站。明白。原件送回国防部归档，你们抄一份备份。为了保密，不许带走一张纸离开这个会议室。就在这里边。高志华深知这份剿共密令的重要性，他的下发势必会引起大规模局部战役和针对地下组织的攻击行动，必须把这个情报及时向组织汇报，而且要全文。但是一张纸都没有，该怎样把全文带出去呢？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失，且贻害无穷。哎，宫少校，你去哪儿？回宿舍。可你还没编完呢。让刘明远他自己编去吧。就当是支持一下我的工作，你编完了就先走。好了，我们从头开始。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这笔还破啊，这5美金一杆的原子笔，要不是有这笔，我现在还得一张一张的誊写呢。怎么了嘛，一惊一乍的。公杰，谁欺负你了？用我的吧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。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失，并且贻害无穷，使中华民族。刘明远禁止他们携带密令离开，门口安排了哨兵，该如何将复写的电文带出去呢？高志华心中纠结着这个难题。都立所属，努力剿共。坏了吧？没有了，我给你换个笔芯吧。好了，谢谢啊。怎么样了？处长，都编译的差不多了，原本可以归档了。密码编译完了吗？我还差一点点。
我还差两段。关少校，关少校啊，算了算了，让他去吧。译完了。哎，关少校，请接受检查。让开。嗯，这，哎哎，那，嘿、哎。诸位，为了避嫌，大家都要接受一下检查。你带他去检查。徐秘书，你带孟科长和段上尉去检查检查。是，请。哎呀，徐秘书，你以后再检查，干脆整个浴室是吧？检查完了呢，还能洗个澡啊。再找个姑娘是吗？一个不够，得找俩，还有科长呢。孟科长可是正人君子，不玩这一套。处长，处长，全身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嗯，这是谁的？啊，这是孟科长和段上尉的。打火机是谁的？我的。你还挺洋气，用起美国货了啊！朋友送的。嗯。原子笔呢？啊，我的。都没油了。下次要记着常换啊，免得游泳的时候找不着笔用。啊，我回去就换。啊，诸位辛苦了，回去吧。是。有事吗？啊，过来看看，我的笔忘在办公室了，能借支笔给我吗？进来吧。嗯。啊。王少校。嗯。能把今天我给你换了笔芯的笔借给我吗？这支。啊。这不是一样用吗？我以前有一支笔，跟这一模一样的笔，结果被我弄丢了。别人送的。是。女人。算是吧。谢谢。Thank you.
还给你。哎，干什么？没什么，给你看看手相。看出什么了？看不出什么。我有事，出去一下。二位兄弟辛苦了，行动处的吧？你说什么？行动处的？没听说过。哎，大哥，我们是路过的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干什么？这拔枪了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！你们两个回去转告赵楠，有空我约他喝茶。是，明白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没意见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，请便。哎哎，走。孟科长，您那枪没开保险？